大的比丘，作为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经文。又舍利佛，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开始了正中分的第二大结构段，就紧接着前面广成极乐依正产生信心之后，下面就特别的劝勉众生因求往生以发愿那么这里首先就揭示往生的利益你劝众生往生，除了前面讲的依正庄严非常妙善美好之外，到底往生有什么核心的利益呢这是一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十方众生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它的依据在什么地方那在这一段是把十方诸佛度化众生的本怀揭示出来，是净土法门建立的一大事因缘无上的因缘，也是法界诸佛的度化众生的大因缘。大家从《法华经》里面知道诸佛如来示现到这个世间出现一世，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这个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于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里就体现出这个佛以无尽的大悲惊哀三界欲拯救穷蒙的一个本怀，就是会于众生真实之地。这个真实之地就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示是来自佛那边的，开显只是众生本具的如来藏，然后令众生依法修行能够悟入，就是悟入佛的知见是什么，就是离念的临知，就是涅槃的自信，就是实相的本觉就是超越三界轮回的这么一个佛的境界法华经所揭示的佛的本怀，跟阿弥陀经所揭示的是无二无别的那法藏菩萨发愿建立净土建立净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众生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乃是面对九法界众生，令他离开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快速的圆成佛果这是净土法门立教的根本，也是我们众生之所以求生极乐世界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是来自于你看四十八大愿第十一愿，就是注定必至涅槃愿是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
镇定必自灭度者，不取正觉。啊，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众生不能入到大定大乘正定聚，啊，直至到大乘的涅槃佛果的话，那我就不成佛。啊，注意了，这第十一愿是代表四十八大愿的目的价值，就是让所有众生到那去干什么？要落到大乘的正定聚，这个正定聚就是阿毗跋致，让他快速的得到一生补，同时还有一生补处愿，啊，在二十二愿讲菩萨一生补处愿，啊，十方的众生到那去可以快速的获得一生补处。那么这一段所揭示的那种殊胜的利益，正是阿弥陀佛大愿的展开彰显的，啊，也是体现着阿弥陀佛令一切众生究竟圆成佛果的这种悲智，这种本怀，啊，它是代表十方诸佛的这种悲智本怀的，啊，所以就把往生的利益在这个核心点上展开，啊。你看并没有讲到啊，一定要享受什么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的享受，但是我们不是为享受去的，那些圣庙的五层啊，七宝为地啊，七重男性，七重罗网，七重楼阁，以及风吹的音乐的声音，讲经说法的声音，最终指向的都是要让我们成佛的，他要指向这个目标，不仅仅停留在一种观赏价值，啊，那么所以这一段它是揭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了，啊，在极乐国土，众生生者，啊，这个众生是包括所有的众生，九法界众生，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也包括冤非软动的啊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只要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刚刚去，都能揭示，就是没有一个遗漏，都是阿毗跋致。啊，这个我们有时候看这些经文，啊，看的有时候会无动于衷，啊，因为我们可能对通途修因正果的过程不是太了解。在大乘佛法当中讲这个阿毗跋致的获得，第一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非常难的，啊，阿是不的意思，毗跋致是退转的意思，啊，这就是不退转。那么从大乘原教来说，你在实性位都是空中柳絮，啊，随风东西，那如果进进退退的话，它可能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都不可能成就佛果，它首先要得到一个底线，就是不退转，有不退转的底线，它才能够稳步的啊，快速的到达涅槃城，啊，所以一个菩萨修行，如果他还在毗跋致这样的位置上，他要如旧投然啊，要精进勇猛的修行，一定要获得阿毗跋致，啊。那阿毗跋致刚才讲，你得到原教的初住，破一品无明，你才能得到真正的不退转，啊，当然藏通别圆讲这个不退转，它有三种不退。第一讲这个，第一个是讲位不退，就是你进入圣贤的位置，再不会退到凡夫位。好，那么这就在这个声闻教里面。就是藏通别圆藏教，你断见惑，
得到出果的须陀洹，你只要得到出果断见惑了，你就不会退转到凡夫位。啊，那在原教它是属于初性位，实性位的初性位，所以相当于出果的水平，啊，不会堕到凡夫位。啊，第二种是行不退，行不退就是你修大乘菩萨行，不会退转，不会退到声闻治疗的这样的位置上。啊，那这个位置啊，这个一定要啊，这个得圆教初住。大乘的十性位、七性位是相当于阿罗汉的水平，进一步轻断尘沙惑，到十性满心啊，破一品无明，他就不会堕到二乘位。啊，你看这个二乘，舍利弗曾经在六性位的时候啊，由于婆罗门啊，有个婆罗门其他的眼睛的因缘，他退转，觉得这个众生太难度，他一就在这个六性位退退转转六十小节。啊，成点节以前，这个在大通智胜如来发菩提心的这些修行人都退转。啊，所以你想得到一个行不退，在这个世间都是非常难的。啊，再就是念不退。啊，念不退它的境界就更高了。啊，那就是要大菩萨的境界，八地以上，它无着用道。啊，无为用道，就是每个念头都跟一切种子相应，从心所欲不逾矩，念不退。啊，那么这三种不退在我们这个世间是修行动经无量劫呀。啊，那看我们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遮，他传达的什么信息？比如像我们是凡夫，我们这些一品烦恼都没断的见思惑，一品都没断的人，只要信愿持名，仰靠弥陀，愿离大业往生的话，也都是阿毗跋遮。啊，那这个是我们通途的教理是没办法进行解释的，因为你一品烦恼都没断，你应该就是凡夫啊，你不可能成为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的菩萨呀。哎，但他确切就是。但如果啊你是凡夫，但是你是阿毗跋遮，但是你说你是圣人吧，你是又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所以极乐世界，因为大业往生凡夫生到这里都是凡圣同居的水平。凡圣同居水平，他的身份你就很难标定他是凡夫还是圣人。啊，这就叫一切俱非，一切俱是。你说他圣人，他不是。啊，但又是阿毗跋遮，你说他不是圣人，他又是圣人。啊，所以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通途教理没有办法去诠释他的身份功能作用的。啊，那么这一点是这个往生的最核心的理。你得到三不退之后，在无量三不退，就阿毗跋遮的菩萨里面，其中大多数都是一生补处位，那就更殊胜了。一生补处那就是等觉菩萨呀，啊，转身就补佛位的啊，相当于弥勒菩萨这样的水平，观音四字普贤啊文殊这个水平，一生补处。啊，那这样的数量之多，都是任何啊人都没办法算得清楚的，就数量很多很多啊，但只能可以用无量无边阿僧祇数，啊，数量很多。啊，
那为什么能得到不退转？啊，能不退？刚刚说除了阿弥陀佛的大愿之外，再就是来自于极乐世界道场的殊胜。这个道场的殊胜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一个愿力啊。他是在法藏菩萨的时候就要建构十方刹土最殊胜的一个道场，叫道场超绝，国如泥环啊。让十方众生快速的到极乐世界，由于这个道场的殊胜，让他快速的圆成佛果。好，他为了使众生能够快速的得到阿毗跋致，得到一生补足，快速成佛，他确实这个道场它具有这样的善巧方便。比如前面我们讲的，他见色闻声。接触的所有的都是让我们升起，让往生者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让他很快的拂灭烦恼，开发智慧，尤其他的正报的身体，他说往生者正报的身体就得以根本的改造，你一去就是像佛那样的紫摩正净色，32相80随性好。具有像佛那样的六种神通。你说你身体的样子都像佛的样子，身体的会影响心理，会影响心理的状态，他就会心也会趋向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大悲心、平等心、清净心、感恩心、智慧圣心。哎，你看正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改造。尤其他知道他方世界的他的这种造恶业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有我执我见，所以还专门发了一个愿，解决这个问题，说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这个国中天人若。贪想念贪念生见者不取正觉，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不再贪恋执着思念这个身体。要知道这个身体，这个我执我见生见是虚假的。我们造恶业，就是由于我们认为身体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有一个我就会执着一个我所有的，他以我画一个核心之后，就会要占有一切，拥有一切，就会贪恋这些五欲六尘，为他做享受，这样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间，一个我执比较轻的特别是证到人我空的人，他就会把他自信的好的东西显发出来，了知五蕴当中没有一个我是原生法，是假的，我们就不被这个身见我执所骗，进而又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连这个法也没有。如果能够把人我空、法我空获得的话，那你想，他同体的大慈悲心、如来藏的性德就出来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不退转的状态，不会造恶业，所以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能够得到阿毗跋致，他有种种的这个情形。让我们得到，包括这个阿弥陀佛光明常常铸造我们，整个都是光明的世界，使我们的菩提心芽出来，它的风声、水声、音乐声都在讲述苦空无常无我的佛法37套品，那我们听的都是念自性三宝，再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菩萨作为我们的殊胜的善友，再加上寿命无量，所以等等这些因缘都能够
成就这个不退转，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好，如果从消归自信来看，我们的自信常住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啊，自信决定成佛就是一生补处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刚才讲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他在那个发愿的时候就把这个不退转在他的愿力当中非常明晰的建立起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介绍啊，阿弥陀佛愿力，最后有一个偈子来表达这个意思啊，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之力啊，成就之后，只要闻信阿弥陀佛名号的众生发愿要往生，都能够去接悉到彼国。这个接悉就是没有一个遗漏的，在净土经典处处讲说是万修万人去的，啊，你只要愿去，不会遗留一个，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是要一网打尽的，啊，比喻为如天普盖，四地普君亲呐，啊，就像天普盖一切，就像大地啊，清池一切，大造之中不遗一物，在这个造化当中不遗任何一个众生，不遗留任何一个众生，所以都接悉到彼国，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去了之后，由弥陀的愿力的加持，由极乐世界法性土的加持，他。再加上往生者的这种自信的功德力，哎，就自然而然，你看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了不退转。这就是净土法门非常殊胜的一点。如果按通途自己的力量要修啊，戒定慧六度万恨动经无量劫，自己积功累德，那是非常辛苦。是难行道，那么净土法门你只要养以信心作为方便，愿意去，由弥陀愿力加持，你自至不退转，啊，大家理解这个自然而然的获得不退转的位置，啊，位置。好，这个往生的利益就是我们啊最要往生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往生那里到得阿毗跋致，得一生补处，快速成佛。所以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往生成佛，啊，这里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这也是阿弥陀佛建立大愿，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介绍的本怀，这就是惠益众生真实之力，啊，不是念佛去求人天福报的，不是念佛去求声闻缘觉的化成的，啊，是要到那里快速的圆成佛果。